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做跟着形状走。我们准备好了印有图形的纸、绳子、小刷子和胶水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什么形状吧。这个是圆形。我们用刷子蘸上胶水。用刷子沿着线画出一个圆形，拿出一根绳子，让绳子跟着形状走。这样，我们就用细线做出来了一个圆形。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形状是什么吧。下个形状是菱形。我们还是用刷子涂上胶水。拿出一根线。让这根绳子跟着形状走。这样菱形也做好了，我们来做下一个图案吧。下个图案是长方形，我们用刷子涂上胶水，让绳子跟着形状走。这样，长方形也做好了，我们来做最后一个形状吧。最后一个形状是三角形，我们涂上胶水。让绳子跟着形状走。这样绳子就围出了一个三角形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的活动做完啦，再见。